哎，先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调讯号？我家有没有电视？我们刚好接到电话说，你们这边也有第四台讯号要调整呢。你烦不烦啊？斯泰克怎么样？我刚刚在他家楼上，有看到你用的鞋子，所以幸会在这边机遇应当很好。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, but you got the wrong channel, the wrong demise. I carved my soul away into the light. I wish you stopped controlling any road in my rights, girl. Eyes off what I feel inside. It's more than just some pride that comes to feel this fight. But nothing's new, it's been hard all my life. And I don't know if you know, but if you feel it alright. Stop teasing, stop playing. My world's closing in. I felt this way before. Tonight, I can't take it no more. Wait. 哦，志飞哥，我们神人都是神正妹的，哪有在神男的啦？你这是难度超大的。嗯，对呀，他在网络上根本没有什么资料，还好我们兄弟厉害，不是我在说。说重点。 是薇薇姐，这个男的啊，根本不叫阿坤，他的本名叫做蔡信安，他有上过新闻哦。他小时候就被继父虐待很久，他最后还是社工人员把他救出来的。救出来的时候啊，他全身是伤哎。还有什么资料吗？我等等把他网络上的账号、电脑上面的 IP 位置都传给你们。Goodbye，你们这次做得很好，回去好好奖励你们。真的吗？谢谢薇薇姐。 我印象中，我看过这种新闻。小时候他是被害者，长大以后就变成加害者，然后他们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认同。我求你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这样。 怎么样？他是我生的吗？有够衰了，居然你还带这个拖油瓶！看怎么看！不高兴是不是？我赚钱养你们两个废物，不高兴的人是我吧？走开！你现在给我滚！ 刚刚这些放菜，是不会收吗？对不起，我刚刚没有听到。我现在是……你骗人！我刚刚没听到，对不起。骗你的！你还讲几遍了？这么多遍都不懂，告诉你！ 别忘了我跟你说的，如果有任何人按门铃，都别给我开门，不然你就死定了。听到没有？啊！啊！
飞哥。知道啊，那我们要进去看看，小心点啊。吴清慧小姐，没人在吧？吴秀慧小姐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可以帮我们开个门吗？吴秀慧小姐，我们是来找你的，麻烦你开门。如果有任何案门铃，不管是谁，都别给我开门，不然就死定了，听到没有？是你妈妈委托我们来找你的，如果你在家的话，可以请你帮我们开个门吗？吴新慧小姐，吴新慧小姐，她真的不在。我们再找找看，回家卸妆。小姐吗？吴小姐，我求你们赶快走吧，要不然等他回来就完了。吴秀慧小姐，吴小姐，我们再来找你。嗯，你先开门好不好？不要，你们赶快走，赶快走。他是不是会揍你啊？吴新慧小姐，是你妈妈跟你老公叫我们来的，你赶快开门好不好？他们很想你哎。我求求你们赶快走吧，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，你们也不用救我，就当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存在。吴秀慧小姐，吴秀慧小姐，飞哥，怎么办呢、啊？他都不理我们，我觉得他一定不会跟我们回去的。你现在打个电话给吴妈妈。哦。现在只有他能帮忙。哎呀，怎么变得这么憔悴？一定受了不少的折磨。新慧现在说什么都不肯跟我们回来。嗯，我跟你一起下去，我一定要把她劝回来，哦，好不好？吴妈妈，李先生，新慧现在精神状况真的不是很稳定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先不要这么急。怎么能不急呀、啊？帮我倒杯喝的，快点！我的喝的呢？我们搬家好不好？为什么要搬家？啊？为什么要搬家？为什么？我妈知道我住在这里。你妈？你该不跟你妈讲说我们在哪？不是我讲的。叔。是我们，他找人调查我们，所以他现在知道我们住在这里了。你说什么？
我说我妈一定会找人调查我们，所以她现在知道我们住在这里，我们搬家好不好？什么时候事情？刚刚。哎，先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调讯号？那怎么办？你可以帮帮我吗？因为都是他们，都是你的，快点把东西收拾一下。我明天就走。明天。干嘛啦？哦，你可不可以相信达哥一次啊？达哥这次不是为了自己，达哥这次是为了人民，为民除害。达哥是为了伸张正义。对，对，你越来越懂达，因为你每次都讲一样的嘛。我跟你讲，这次这个骗子啊，别说达哥，我看了生气。等一下你资料调查出来，你看了也傻眼。骗子吗？好啦好啦。那你有什么资料可以提供给我的吗？好。我这边有他网络上常用的账号，还有他 IP 位置。好 ，OK。嘿，你每次这样 KK 就可以查出来，你还蛮厉害的。我去做这个的吗？你是不是瞧不起达哥？也不是这样讲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刚好就会这个，那我也只会这个，我意思是这样。哦，对，误会你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达哥，嗯，哎，你看，他电脑里面都是女生的裸照，哎，哎，你看，哇塞，这么多，全部都是啊。哎，哎，你看他的信箱。都是女生要告他的信，哎哎，你马上把这些照片他这些信全部复制一份到我那里去，被这家伙跑了不得了。好，全部哦。北威阿飞，哦，这次捕到大鱼了。阿达哥，怎么了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啊。就是如果啊，你的好朋友的女朋友出轨，然后被你发现了，嗯，你会跟你的好朋友说吗？我的好朋友的女朋友出轨，我会跟他说，马上跟他说。可是如果他们两个之后又和好了，你立场不会很尴尬吗？和好。不会尴尬，我只是做我该做的啊，我好朋友哎。可是，如果只是如果，你好朋友的女朋友告诉你好朋友说不要理你，那你会不会后悔跟你好朋友讲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的好朋友的女朋友，因为我告诉我的好朋友说他的女朋友出轨。然后他的女朋友告诉我的好朋友说，不要理我。嗯，对。那如果我的好朋友因为他女朋友说不要理我，就真的不理我，我就不会跟他变成好朋友嘛？哦。你的好朋友出轨？哦，没有啦，我最近在看一本书，里面刚好有讲到。想说问问男生意见，我是觉得男生都会说啦，可能我们女生想的比较不一样吧。如果是我，我一定不会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上帝，如果他会知道就是会知道，如果他不会知道就是上帝不想让他知道，所以我不想当那个上帝。我也觉得你不应该扮演上帝。啊？
你好好扮演好你这可爱天使的角色。欸，所以你今天找我来就是要问我什么朋友出轨上帝的事情？哦，不是啊，我一直都很想请你吃饭。我也想请你吃饭啊，那以后我们就常常吃饭啊。哦，就是谢谢你之前帮我们这么多忙。所以你今天约我出来，你这样算是在约会吗？阿达哥，我跟你说，这家餐厅的菜很好吃，等一下上了你就知道了。好，那不然等一下吃饱之后我们去看一场电影好不好？可是等一下吃饱饭，我要跟我妈去按摩。哎，陪伯母按摩啊？嗯，对啊。那还是说我也一起去？可是我妈很难搞。哎，先不要好了。好啦，那不然这次我先不跟，但是下一次你一定要给我机会，请你还有你妈一起吃饭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打勾勾。你看一下吧。小娜姐，你为什么要跟踪小花？我鸡婆啊。哦，我是不想要你老板再受伤，你看被我猜中了吧。那你还有拍到什么其他的吗？比如说亲嘴之类的？这个我倒是没有拍到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志飞哥说。哎，反正我的部分就到这为止。我要是拿这些照片去给段志飞看，他一定又要不爽。这件事情呢，只有你能帮他。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？嗯。不好意思，你的婚礼。哦，谢谢。谢最心爱的男人在这里结婚吧。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？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你等着看到人再说。看到人，你女儿等一下一定会跟下来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机会，小妈，机会，让妈妈回去，放心。妈，我不想跟你回去，想我们都会被神明惩罚的。你干嘛？快进去，是他来的。我知道是你在跟踪我，蔡欣安。我知道你在干什么，你不要再骗他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